水溶肥、BB 肥、液体肥、有机肥、缓释肥配料混合包装生产线，安徽信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水溶肥、BB 肥、液体肥、有机肥、缓释肥配料混合包装生产线，实现了肥料的自动化上料、配料、混合、加工、包装、装箱、码垛的无人化、智能化生产，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肥料行业的一系列技术难题，大大推动了行业的技术发展。水溶肥设备性能特点：一、集配料、混合、包装于一体，自动化、无人化生产；二、既可生产每袋5至25千克的大包装规格，也可用于每袋0.1至2千克的小包装规格；三、料仓设计有物料疏松、活化振动与破拱装置，不会架桥；工料螺旋设计为横扭矩传动，变矩螺杆不会堵料；四、针对水溶肥物料易吸潮、高温易液化，本生产线设备配料混料速度快，生产过程采用封闭设计，物料不会吸水反潮；五、采用全封闭防尘设计，料仓脉冲除尘，粉尘可回收，保证生产环境不受粉尘污染；六、生产线设计充分考虑设备的检修与维护，采用可快速拆装的结构设计，能方便清理干净；七、材料标准件的选用符合防腐蚀的要求，所有接触物料部件为304不锈钢，电气控制元器件与配套件选用国际知名品牌，可靠性好。八、自动化生产线采用 DCS 智能控制系统，可实现对全生产过程的控制和监控，生产流程界面显示一目了然，实时历史数据存储调用方便。BB 肥设备性能特点：一、地面上料，原料运输方便快捷，无需上料提升机，投料工少，操作安全；二、产量大，产量每小时8至30吨，有多种规格供选择，充分解决了 BB 肥因季节性强集中要料的矛盾；三、占用空间小，配料系统下置，生产线结构紧凑，占地面积小，高度低；四、全自动控制，电脑控制，全自动化生产，提高了功效，降低了劳动强度；五、精度高，配料包装均为电子称重，配比控制严格；六、工艺好，滚筒式混合，单筒提升，不损坏物料原有的颗粒形状，更防止混合后的成品再发生离析现象；分批间歇混合方式，混合均匀度高；七、适应性强，适合各种恶劣现场环境，包括北方高寒地区、南方潮湿地区。液体肥设备性能特点：液体肥的成套生产设备包括自动上料、计量配料、搅拌融合、沉淀过滤、定量灌装等工艺过程。信远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成套系统，用微生物发酵技术消纳沼液，通过添加有益微生物菌种和充足养分生产复合微生物肥料，使沼液变废为宝，成为液体肥料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。利用农作物秸秆、畜禽粪便、城市污泥、酒糟等加工生产有机肥料，利用皂粒、包衣技术加工生产缓控式肥等高科技环保肥料，提高肥料利用率，减少生态环境污染。产品优势：信远公司有10多年肥料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经验，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设计，产品涵盖 BB 肥、水溶肥、复合肥、有机肥、液体肥、缓控式肥等各种肥料产品。主要设备包括：一、水溶肥自动上料、配料、混合、包装生产线；二、BB 肥自动配料、混合、包装生产线；三、
液体肥料自动配料混合灌装生产线。四、有机肥干燥、过碎、筛分、配料、混合、包装、马朵生产线。五、缓释肥配料、混合、皂粒、干燥、筛分、包装、马垛生产线。六、复合肥高速打包秤。七、肥料重袋全自动上袋计量包装机。八、水溶肥 M 袋热封口机。九、尿素专用粉碎机。品牌优势，安徽信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肥料包装设备著名品牌，项目案例遍布全国，合作伙伴包括京正大、史丹利、施可峰、中化化肥、瓮福集团、米高集团、辉龙集团、开林集团、万通盛泰、云天化、湖北三宁、河北盟邦、辽宁京大、湖北祥云、深圳巴田、海大生物、先益农、士多乐等国内肥料行业著名企业。信以至诚，恒以达远，信远科技。